娱乐圈有一位花花公子，他不仅长得帅，这位花花公子就是谢贤。谢贤曾经追求过很多美女，没有一个不被他迷倒的，但是萧芳芳是一个例外。曾经谢贤疯狂地追求萧芳芳，最后却被萧芳芳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萧芳芳在娱乐圈也是非常让人尊敬的演员。她曾经在电影《方世玉》中饰演李连杰的妈妈苗翠花，剧中的她能文能武，就是李连杰都对她刮目相看。而且萧芳芳是童星出身，她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拍戏，生平拍了将近300部影视剧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戏骨。她结婚之后就退出了娱乐圈，大家都很少看到她的身影。如今的萧芳芳已经70岁了，她现在满头白发，但是当她全身搭配粉色系时，整个人精神焕发，看起来就像一位20岁的少女。看得出来，这些年萧芳芳的生活非常幸福，让她越活越年轻。